安静。庾澄庆的儿子小哈利经常透过社群分享女装穿搭照，强烈的个人风格吸引大批粉丝关注。日前他透过现实动态分享了一组大尺度穿搭，再次掀起网友们的热议。只见小哈利戴上了咖啡色长假发，身穿黑色透视连身裙，搭配红色高跟鞋，手上还拿着藤编提篮，只用一条内裤遮挡下半身。他还在照片中备注了 Gen B， 并分享了一张前卫派歌手甄伯金穿着同样打扮的照片，透露自己这么穿是为了致敬甄伯金。小哈利的这组照片曝光后，有部分网友表示无法理解他的举动，更直言接受不了，但仍有不少人给予正面评价，认为他的风格很适合时尚、美妆、服装设计产业，而且他没有妨碍到别人，只要自己喜欢就没问题。